一次来一双，伴随着轰隆隆声响，让钓客忍不住全程记录。这地点在高雄旗津，早上8点多，不少在海边运动的人目睹了这一幕。大家先是看到画面左边的水龙卷规模比较大，但几乎同时，右边较为细小的水龙卷也清晰成型。两个龙卷维持一定的距离，随后规模大的水龙卷逐渐消失。还是处于一个西南风影响。然后水汽偏多的不稳定环境，因为对流旺盛，特殊的双龙卷造成了奇观。不过突然的大雨也让市区出现另类河流。美术馆旁的马卡道路应该是四线道，但滂沱雨势造成的积水也让人根本看不清路面，变成了马卡道河。天气不稳定，无论路上海上都有特殊现象，也提醒民众外出千万注意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